你叫咩名？我叫 Seriana Eka。Eka， Eka 几多岁啊？我今年21岁。系，你结咗婚未啊？未结婚。未结婚，你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以前喺人哋做嘢2年。嗯，照顾啲乜嘢人啊？5个人。嗯，有几多个大人，有几多个小朋友啊？3个仔，公公哥哥，1个照顾，1个细路仔，2岁。嗯，好。你识唔识得煮嘢食啊？识。系，识得煮啲乜嘢啊？正宜列咗意大利粉炆艾瓜。哦，好。咁你识唔识做家务啊 ，Eka？ 识。嗯，识做啲乜嘢啊？扫地、抹地、洗衫、冻衫、蒸罐蒸屋企。嗯，好。你屋企你有几多兄弟姊妹啊？我有1个，2个家姐。嗯，我排第四。你排第四，哦 ，very good。好，咁你中唔中意照顾小朋友啊？中意。系啊，点样照顾啊？帮细路仔冲凉，帮细路仔换衫，陪细细读书，陪细路仔玩。OK， 咁你中唔中意照顾老人家啊？中意，中意，嗯，咁点样照顾老人家啊？帮婆婆冲凉，帮婆婆换衫，帮婆婆食饭，帮婆婆行街。哦 ，OK， 嗯，咁点解你想嚟香港啊 ，Eka？ 因为我想赚到啲钱。俾我自己，俾爸爸妈妈。嗯，哦，好好啊，好，唔该晒，拜拜，拜拜。